来玩这款游戏《合成军团》。喂，好可爱呀！副本挑战解锁嘞。哎，我还没点完，就直接进行战斗了吗？咚咚咚咚咚！弹射攻击，好凶哦！一只山，嘣嘣，看我射得多准啊！然后你有看到敌人上方有十滴血吗？把血量打掉就行了，这个也都只是一个数字上的增减而已啦。哦，右方这边有技能，咻，一口气打两个。要过关呢，目前来看算是小品类型游戏啊，但是本身做的还不算差哦。然后右方这里又是采用三种一样的合成吧，欸，不止三种啦，反正越多一样的越好。欸，到底要推几关我才可以去合成其他角色啊？四种，我可以收集到五种吗？算了，我们先看四种好了。闪避加了20%，欸，所以每一个加5%是不是？哦，每一个加5%，没错。好，退出副本，接下来我可以再继续合成了吗？做的还算是不错啦。嗯，还可以哦，无氪玩玩刚刚好。手充礼包解锁啦，送什么东西啊？军团升级，珠宝。哎呀，升级哎。哦，可以增加军团的人口数，是不是？金币不够。左折，啊，这里怎么会有一只敌人呢，啊？一吹，这个地方是什么？免费，生命加100%，超越者，这是装扮啊，我的装扮，好，个性装扮。我是不是要多点一些啊？哦，拿了不少东西啊，所以我可以一直合上去了吗？啊，不行了，快去升级军团。军团升级首先需要金币，这边有邮件。哦，钥匙有10把，各位，钥匙有10把哦。哭啊，有10把，欸，去哪抽？还没解锁啦。好啦，那这是什么？哦，挂机收益，进行战斗吧。280，攻击！哇，我一下就把他秒了。这个再秒不掉，只有一吹可以。猛猛的，你看这个战斗节奏还可以吧？虽然都是要手动的啦，但是我觉得做得很不错哎。贯穿，这一次好强哦！但让一吹梗就行了啊！我一开始还在烦恼说，如果我只合到一位角色，这样子会不会很亏？感觉好像也不会啊，低阶的根本没输出嘛。抓抓抓抓抓！那我待会能喝多少就喝多少好了，好不好？啊，都射出去了，射进去。哎，欸，你也不用瞄准哎，欸，你直接点击就行了啊。啊，反正我打完了。新功能解锁，商店。这边可以抽的啊，砍刀，来，11抽，
先来个十抽，我抽了啊，这只能单抽是不是？啊，单抽单抽单抽，有没有来个紫色的？啊，这几率，哇，多么棒的几率呀、啊！哎呦呦呦，有紫色的，有紫色的，还可以啦，颇能接受。剩下就是要用钻石啊，或者是看广告之类的吧。这边还有可以看广告拿金币耶、欸，你广告看一看，你就能生成了啊。其实我也懒得看了，升级骑士。好，是我一直啊，等一下，那我如果再继续合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月卡收益也解锁了，有这些啦，月卡两个双卡买起来500块有找。哦，所以到达上限我们就是要不断合成，是不是？啊、哦，还是一吹啊。20级才能合体进化，那我两次一吹就好了，剩下不用了，好不好？剩下应该是没必要的啦，升级都给一吹啊，合成。哦，合成以后就可以升上来了嘛，猎弓。一键合成，一键合成还算方便，再来一键合成。我的装备装拿弓箭好了，好了，我们哎、欸，刚刚这三个还可以合成啊，靠呗，你老师嘞，怎么是治疗法上啦、啊？好了。升满了，升好，升满好了，战斗战斗，来看一下我如何开杀。跟你讲，一定是秒天秒地的啦，我要当宇宙的守护者啊！1890，你看那血量那么多，哇，我的血量 10K， 我直接点角色好了，直接点角色，它好像是随机射出去了，但我那个输出太强了啊。看我这个推关速度可以吧？怎样？再帮我烧养是不是？一次打到三个，有瞄准还是有差啦。少走冤枉路，推关的速度更快了。加速，整体玩法就是这样子，喜欢的话可以下载玩看看啦、啊，大家拜拜。